欢迎来到 Peter Steel Shop， 今日就同大家介绍我哋最新嘅产品 GBLS GDR 15。呢一支可以话系 AEG 结合咗 GB 嘅枪。点解咁讲呢？佢系用电嚟推动嘅，但就加入咗仿真操作呢个元素，例如就系拉钩同埋扣出架咧，就贴近翻真枪所需要嘅力度。而个外观方面啦，就用上咗我哋 PDS 嘅 EBS 尾托、EPG 嘅 grip、Griffin 嘅火帽。同埋呢一條 CMR 13.5mm 嘅 M6 骨，而個槍身嘅表面處理咧係用上咗黑色嘅絲瓦曲嘅。而個內件方面咧，亦都用上咗6.04mm 嘅電槍內管。咁而家就同大家嚟一個試槍。好啦，因为加咗仿真操作啦，咁你打晒弹夹咧，系要紧咁揿翻个网球拍先得嘅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咧，就上嚟我哋 PDS 度攞更加多嘅资讯啦。Let's get real。